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聊天了。最近阿熊在学莆田话，我想讲一讲，你们听一下正宗不正宗啊？你有病，我有药，药很贵，但是可以给你开花票。文梦幻从2016年接触到现在，阿熊第一次接触拳皇宝宝，但是这一次确实有点糊涂，很糊涂。铁粉应该都知道啊，这个月妹的来历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月妹的成长，内档啊打的都是好内档，很好很好的内档，阿熊以前都没想过会用这种内档。现在行了吧，现在这个月妹我说不要了，没人反驳了吧。我换牛，我要带这种 1.264 1645的牛，月妹攻击太低了啊，别问问，就是月妹的攻击少了1890跟2400啊，少了500点攻击，这种月妹不要，咱不要，咱要牛。我又搞了个牛啊，也不算是搞了个牛，是留了一手啊，搞了个牛。那我们以后的组合呢，就是五个牛牛的组合啊，到时候我会给队长带一个那种粉色的牛牛啊，就是颜色它是粉色的哟。行了吧，给阿熊点了个赞，今天就允许阿熊水一期。人家刷铃铛了，我也不刷铃铛了，为什么不刷？没心情，不想刷，睡觉吧，就这，拜拜。